嚯，这场该您表演了啊！这场是我演出，说得好啊！还好什么？哎啊，我准备啊，给你照个相。干什么？给你啊，照个相。哎，千万您可别照。怎么？跟您说实在的啊，我打心里头腻歪照相。这是为什么呢？你说这事儿也不好说，他这玩意儿照出来失真，不像我。有那么严重吗？你可不，你看我们那老爱人在家经常夸我啊，说我长得像电影演员王新刚。嗯，那风度超过达士长。是啊，可照出相片一看蛮拧，照的我这脑袋怎么看怎么像烤糊那面包。嗯，够真实的。这还真是呢。从打那起我立志后半辈儿不照相了。哎，这回你可得照。为什么呢？这是一次全国性的大照相啊，不论男女老少生死病残都得照。甭问呢，你准是哪个照相馆的业务员，为了你们那儿多拿点奖金跑这招揽生意蒙钱来了啊。我们这次照相不要钱。不，白照。不光是白照，对你还有好处。那照完相还给我兑付200啊？200块钱算什么呀？这比200块钱好处可大得多呀。是吗？啊，那我照。我看这回照出来不管像什么我都认了。呵啊，像什么都行。他还是急茬的。来照吧。我说的不是眼前利益啊，是从长远来看，我们通过这次照相可以更好地计划国家建设，妥善安排人民生活，做好人口规划，这对每一个人都有好处。您提这个照相嘛，对每一个人都有好处。对对对，那我们这一家的人都能跟着沾光吗？那当然了，刚才我不说了吗、啊、生死病残都算，连死的都算。嗯，这回更好了。哎呀，我们家连死的带活的就打的10口吧，一口200，10口是2000块。行，您拿钱吧。好嘛，他讹上我了啊！我这还跟你客气呢。是啊，这连我800年前死的老祖宗都算一块儿，那还不得1000口？你情是掏钱吧你？干嘛你掉钱窟窿里头了啊？啊不，你说的连死的都算呢？你死了800年，早就变成肥料了，那还照他有什么用啊？那么多的死的算呢？1982年7月1号以后。您家计划死几口？那这玩意儿没有计划的啊。不，这死人有计划的吗？哎，如果说在7月1号以后死的啊，我们还按活人给你照。不，那照相还照得活吗？当然是照不活了。最好我还别死。对，我也希望您多活会儿。对，多活会儿，我这叫完呢。别迷信 啊，我这只不过是举个例子。不，您不会举点别的例子吗？举别的例子也可以啊。啊，您说说。比如说你在1982年7月1号以前啊，你被捕被劳教判刑，我还不如得点病死了呢。我们就要照上你的真实情形。不，您先打住。啊，这次照相不是全国男女老少都有吗？就是啊。你不会拿你自己举个例子吗？拿我举例子啊，也可以呀。 啊，说说你自己。比如说在这个阶段，我到联合国讲课去了，我给人家做报告去了。哎呀，这好事全在他那儿呢啊。不，你出国这机会我就轮不上。换你也行 啊。对，我也出回国。比如在这个阶段呢，啊，你越境潜逃，投敌叛国。你别别别别别，怎么这倒霉的事儿全在我这儿呢？这是跟你说个笑话。别开玩笑嘛。哎，也就是说你在7月1号以前啊，不管什么原因离开了本地，哎，这个相啊我们还在本地给你照。哦，这说明我们这次照相要有一个统一的时间。怎么这照相还用得着统一的时间呢？不这样的话照不准啊，差1分钟1秒都会出现很大的差错。是吗？我们这次照相准备了2年半的时间，真正照相的时间规定在1982年6月30号的24点。你呀，说了半天我这才明白。是啊，你提的这不是照相，这是全国第3次人口普查。啊，不是照相。不，人口普查吗？我这是特殊照相。哦，
特殊照相啊？对，人口普查啊，就是给全国人口照一张真实的相，好掌握我们的国情国力。那也用不着费那么大劲呢。你看，我们哪位观众不知道啊？我们国家有10亿人口，8亿农民呢。这是笼统的说法。哦，准确的数字谁知道？哎，我们国家人口底数这么大，如果误差1%，那就是1000万人。哦，这1000万人的衣食住行啊，你给安排。这喝凉水我也管不起呀。这1000万人到你家串个门，你就够呛。那我也接待不过来呀。再者说了啊，我们10亿人口中有多少男的？不知道。多少女的？那我哪清楚啊？多少在职的？多少待业的？啊，儿童、少年、青年、壮年、老年各有多少？哎，人平均岁数有多大？哦，育龄妇女有多少？婚姻状况如何？哦，有多少结婚的？多少未婚的？多少丧偶的？多少离婚的？多少再婚的？啊，多少半离不离在那儿僵着的？嗯，有多少一方愿离一方不愿离在那儿挂着的？啊，有多少寡妇？有多少光棍？哎，您这调查的可太细致了。人口普查就得这么细致。是啊，我们要查清农业人口有多少啊，农业劳动力有多少，副业有多少。哦，农业还是种粮的啊，种棉的，种茶的。副业还是养鸡养鸭的，还是编篓织席的？你瞧瞧，等等等等。哎，您这结尾有一个等就得了，干嘛还加4个等啊？因为行业太多，一个等恐怕概括不起来。哦，那就得加上等等等等啊。还要查清工矿企业、交通运输、邮电、海关等等等等。对，他这是怕概括不起来。哎，服务性的行业那就更复杂了啊，和我们千家万户都有直接的关系。这话可实际。究竟有多少卖米的啊，卖面的？你瞧，卖煤的，卖炭的，卖葱的，卖蒜的，卖肉的，卖蛋的，卖茶的，卖饭的，卖针的，卖线的啊，缝鞋的，裁剪的，修车的，烧焊的。全国到底有多少磨剪子抢菜刀的？有多少修理拉锁的啊？有多少卖痒痒挠的？有多少卖耳挖勺的？这么多行业呢？等等等等。这回怎么你等等了？对了，我不等等你也得等等啊。哦，他上前面等我去了。还要查清啊，文教、医务、文艺、体育、新闻、出版、科技、机关各有多少人？这可太复杂了。哎，这是社会结构啊。地理分布情况也要查清。是吗？我们全国除台湾省以外有29个省市自治区。那么都有哪儿啊？北京、上海、天津、山东、山西、河南、河北、广东、广西、湖南、湖北、甘肃、青海、宁夏、西藏、云南、贵州、四川、新疆、江苏、浙江、安徽、福建、江西、陕西、内蒙、辽宁、吉林、黑龙江各有多少人？这得费多大的劲呢？都要查清楚啊。哎，还要查清民族情况。哎呀，咱们这个民族情况可就更复杂了。就是啊，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。对，据我知道我们的民族啊就有50-60个啊，都要查清各个民族有多少人。不，那光查完了以后这玩意儿怎么计算呢？要用大型的电子计算机进行计算。哦，还得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得出准确的数字。您瞧瞧，这将要对我国的人口学、社会学、地理学、民族等学术部门提供资料。这个好处可是太大了。我们全国光普查员就训练了500多万。是啊，普查时全要挨家挨户逐人询问。哎呦，还要和本人进行核对啊。一个普查员要负责400-500人的登记手续。这工作量是够大的。您说国家下的力量这是多大？嗯，那就要求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积极配合。真应该这样，提前做好了准备。哎，写好了草底儿。不，这我拦您一句啊，这个积极配合倒是应该啊啊，我看这写草底儿没必要。是吗？你调查人口吗？谁家里的情况谁自己不清楚？那不见得啊。这么办吧，我拿你当做一个普查试点儿啊，我问你点普通性的问题，你就许回答不上来。没那事儿。嗯，只要是我们家里的情况，没有我不清楚的。是吗？你可以问我呀。那我可要问了。来吧。你贵姓？姓马。
哪个马？你这不都废话吗？啊，我姓马还哪个马呀？哎，我们中国的汉字非常复杂呀。啊，光马字音的字就有六种写法。哪六种啊？有猛马的马啊，马脑的马，蚂蚁的马，马头的马，马飞的马。我没那么些零碎啊，我就是猪马牛羊那马。啊，咱得问清楚了啊。如果说我要给您写成马飞的马呢？对，那我就变毒品了。就是，哎，您的名字志存。哎呦，这志字更麻烦了。怎么呢？志字音的字啊，一共有28个。不，您也别费劲啊，我就是励志的志。哦，励志的志。嗯，咱得问清楚了啊。你要我给你写成窒息的窒。对，那我就憋死了。对。啊。哎，存呢？生存的存。哦。你就叫猪马牛羊励志生存。我比那外国人名字还麻烦啊！我哪那么些零碎啊？你说你要提前写好了，免得这么麻烦。你呀，再问点别的情况，我回答就没问题了，是吧？嘿，你的性别？女，不男。啊，你不，你这赶了我，差点没说乱了。啊，年龄？属狗的。我问你多大岁数？哎呀，是阴历阳历十足虚岁，这我折腾不清啊。反正人家一问我，我就知道我属狗的。哦，公元哪年生人？属狗的。大狗小狗？狮子狗。哎，有你那么问的？不，你这搅和我，有你那么问的吗？我就得这么问的啊。我们1982年就是虚年啊。虚年我懂。嗯，虚年就是狗年嘛。对对对，虚狗害猪啊。就是啊。嗯，我们中国用属性计算年岁是比较准确的啊。可是你得告诉我大体多大岁数，你是公元哪年生人，我好给你算呢。啊，要不然一差就是12年。啊，也对，我大体是这个47、8。啊，到底40几？48、9，反50来岁。好嘛，这47跟50可差着3岁。没告诉你我弄不清嘛。啊，我这个十足啊，不是47就是48，我生日小虚2岁呢。不是49就50，这么办吧？啊，我给你算吧。哎，您说说，1982年是壬戌年啊。往回倒呢，70年是庚戌年，对。58年是戊戌年啊。46年是丙戌年。哦，你是甲戌年生人，没错了。公元1934年，哎，十足年龄48岁，属狗的，对。他倒忘不了属狗的。不，我这好记呀。啊，文化程度属狗的，对。文化程度也属狗。您问的也急点，您问的是文化程度啊。上过1年私塾。哎呦，就像您这样一个著名演员，怎么才念了1年书啊？小时候家里穷，上不起学。哦，解放以后我才上的夜校。哦，是初中高中？大学8个星期啊。怎么才上了8个星期大学？我正赶上我们巡回演出啊，把这上学事儿不就给耽误了？哦哦，家里人口有多少？哎呀，人口我得跟您算算。哎，可以。有我。一口。哎，我爱人。两口。我爱人的丈夫。三。你说有你这么回答的吗？啊？您是不知道啊，我是想借着普查人口的机会啊，多报几口，将来在分房的时候不好多捞点吗？把心眼搁在这儿了哈。我告诉你，人口普查不管这个事儿。哦，哎，但是有这个意义。嗯，为了将来妥善安排人民生活提供资料啊。但是你也不能虚报啊，如果你要虚报的话那不行，我们还要跟户口本进行核对。您这调查完了还要跟户口本核对？那当然了，户本就5口。哦，5口。哎，户主是谁？户主是我。哦，马志存。哎，还有我爱人。叫什么名字？哎呀，名字我叫不大习惯。啊，在家里我管他叫马老爱。马啊，马老，那就叫马老爱吧。啊，那就填配偶。哎，还有我那个大儿子，长子。哎，叫什么名字？叫马脖子。马叫什么？马脖子。这人有叫马脖子的吗？啊，这是小名。啊，我们那小子小时候长得轴实极了，那脖子特别憨，人起小名叫马脖子。啊，次子叫马蹄子。马，这名字我听着全别扭。不，您不知道，我那老二小时候连跑带颠，那俩腿闲不住，给起小名叫马蹄子。哦，三子。哎，别提那小三儿，光吃不长肉，骨头倒挺大，我起小名叫马胯骨。
哎呀，都没离开马呀。啊，我小名叫马脑袋。哦，他是那带头的。你这怎么全没有学名啊？我学名记不清了，完叫小名也叫惯了。也让这小名都挺好听的啊，马脖子、马蹄子、马胯骨，这玩意儿多文雅。对，这还文雅呢。哎，您那个姑娘呢？哎呦，姑娘户口上没有。实际有没有这人呢？这人有，才一周岁多一点儿，还没来得及报啊。啊，您家里六口少报一口就差六分之一啊。如果全国少报六分之一，那就是1,700,000人口啊。不，您不知道是那么回事儿。我呀、已经有了仨儿子了、可我那爱人呢老想要姑娘，您这不又犯错误了？这个错误可不是犯着玩的。我也知道我们国家的生活水平为什么提高得慢啊，就因为人口增长得太快、哎、解放30年我们粮食增长了一倍，可是人口呢翻了一番，正好抵消。一个人从他的出生到16岁成为劳动力啊，如果在城市居住怎么样，要花6,900元。是啊，真是投资多见效慢，关停并转都没法办。我真是没法办，我也知道我是犯错误啊。我跟您说，这不一直拖着没敢报户口吗？我是又害臊又怕挨批。你这爱人多大岁数？比我大2岁，生我们姑娘那年她是49。哦，这49岁还生呢？49正生的时候啊。你俗语说得好，人到49生个吹鼓手嘛。哦，您这姑娘名字叫吹鼓手。对，嗨、这姑娘有叫吹鼓手的吗？那么您这姑娘叫什么名字？我们这姑娘啊，叫马尾巴。妈呀，又是小名啊，马尾巴又出来了。您看我问了您这么几个普通的问题，您回答就这么乱啊。如果全国人都这么回答，那将要给普查工作带来多大困难。哎，我刚才回答的一点都不乱呢。这还不乱啊？我把刚才你说的总到一块儿说一遍，你听一听。您说说我听听。马志存，哎，我男，嗯，现年47、8，48、9，50来岁，属狗的、啊、文化程度由一年私塾到大学8个星期，户口本人数5口，户主马脑袋，其妻马老爱，长子马脖子，次子马蹄子，三子马胯骨，都是小名，还超计划生育一个女孩，没敢报户口，家里始终还藏着一个马尾巴。是狗啊。